I was on its way out. I wasn't sober and I was thinking out loud. I spoke of your bravery, your wit and audacity, of coming over and letting go of it all. Please move close to me.今天周三，现在7:30，我终于一觉睡到早上了，真的很高兴。早上可能稍晚一点起的，大概6点多，之后就早上还跟房东一直在聊天，聊到现在，然后说我想准备一下考试，我就上来了，所以就，现在就开始吧。You tell me you're scared.You're weak, but I know you're stronger than what you think, and I know it's hard. Yeah, I know it's rough.现在早上7点，我现在就疯狂复习历史，等一下考试，但是我昨晚根本没有看，因为我在看英语。现在刚回家，刚好今天是黑五，买了2件衣服，因为我真的衣服比较少，我其实反复都是穿这几件的。在 Zara 买的就是一件卫衣，但它没有打折，这不是打折商品，就是这样子比较简单纯色的那种米色卫衣，我还挺喜欢，因为它是加绒，然后比较厚，质量我觉得算是 Zara 里面质量比较好的这一款，可以把货号放在评论里，因为它真的挺便宜的，因为它在这边只要10欧，哪怕没有打折10欧也挺便宜。对，这样拍更清楚一点。这件燕麦色的毛衣吧，它这里袖口这里是米色，其他是燕麦色，价格的话是15欧，也挺好的，质量还可以，算我一直在挑它质量不错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两个牌子的质量都挺一般的，还是优衣库质量比较好，就一直在挑，然后挑到了这两件我感觉不错的衣服穿啦。第三个是我买的灯塔2020周计划，我是用教育优惠打了9折买的，真的质量无可挑剔。但是我发现它，我买到手以后我才发现它这里周日和周六是同一个格子，并没有分出7个格子来，所以我感觉这算是一个小缺点。还有就是昨天黑五买的一欧一个的 Kiko 指甲油，我实在忍不住就在我原来的那个哑光上面叠涂了一层酒红色，真的超好看，亮闪闪的，并且我超级忍不住，所以我可能会尽快卸我的指甲涂这款银色的非常卡戴珊风格的指甲油。You're afraid. I wish you could see that. I think you're brave.